三四八，三四八，虾米。因为好吃啊！你讲我有用有，我有，有有有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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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有。这是有还是没有 ？No, I'm not sure yet. Are you sure, Scott? Oh.你干嘛？不送你，不老实啊！是。拜拜拜。可以可以，谢谢。快一点。你讲好像你是流浪的苍蝇，你要不要吃？流浪的苍蝇。冲啦！吓死你！Mine? 是 mine? 自拍，自拍。你想要自拍是不是？45度。阿爸说要45度啊。对啊。阿爸去上那个。你说自拍怎么样？要45度。阿爸上那本那个课，然后那本书里面就写自拍49度。照过来45度。要从右边照过来45度。因为他一定是右边。这个要45度，啊向下，啊这样子。你的自拍就是这样。你也可以向上啊，向上要拍什么？向上啊，拍天空啊。什么第二件什么东东的？噼里啪啦车。你看是攀岩大师。专业。你想拍照？挑战越野。你在干嘛的？华磊人是剪头发时间。三四八，三四八，虾米。你有刘海？谁要麻烦？我有刘海。你没有刘海。好。